你无通知我就请假，会拢唔免开啊。你要听恁大家就好啊，开什么会啊？我有够也是无够，跟我什么差别啦？你伫跟我去圣地？我叫你去到就要请假啦，我无迄个开啦，跟你冤家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找卡手人替你办代志，不要紧。也不过唔好让伊在饭店出出入入，嘛唔通甲伊行伤近，安尼咱歹做代志，我是袂插你哦。好了，我知影。也不过即马看起来，我顶多都爱感谢丽莎安尼大主大义出现的。若不是出现伫遮，我阁唔知影，原来伊这么要紧我。不管安怎，我拢是业界的新妇。就算做文创贵姓，我嘛是爱守业牌的规矩。阮大家已经在怀疑我啦，咱袂用有相随往来，这点请你体谅。这点我尽力啦。还佫有哦，你是少峰的爸爸，你若个心思放在别个查某的身上，你就要减一份气力去替少峰争取接班，请你注重。还有，我无希望你清清菜菜甲别个查某来往，这点请你做我够。我知影啦，我会当体谅你的处境，要毋过你嘛都要答应我一件代志，你的心袂当渐渐留伫业家，你的心都要甲我做伙哦。所以。我会逼你打给房间，让你拿到你应该得到的东西。婚娶跟无论真正有暧昧，甚至要算计咱业家，逼我分家，这家要毁掉啊！我要安怎做才好？我甲要拆破婚笑甲无林的关系，啊！不过代志突破，小芳要安怎看待伊妈妈？小强这么单纯，伊敢会当承受？而且安尼做，婚笑都无路通回头啊！我袂当冲动，为了少峰、少强，为了规个业家，我爱冷静，爱忍耐，我爱找出上有利的方式，甲伤害降到上低，我爱保全这个家。你什么时阵有这个手款啊？我妈送我的，伊讲是业家的宝，我无管嘛袂用的。你嫁伊家已经几十年啊，伊到这个时阵才送物件给你，这人证明讲哦，伊真正是大细心啦。只有你、我，还有少峰，咱才是真真正正一个人，嘛只有我是真心的为你想的。这个手环哦，是给你的手铐，我替你挑。今仔日饭店拄到你，你个心情足歹，啊，今仔佫由头到面，敢真正是因为阮爸做计代志受到影响，还是佫其他原因吗？我才小可袂记得恁爸爸的代志，你佫甲我提醒要创啥？哦，好好，我莫讲，我莫讲，啊，无我先去换衫啦，等下买只物件。我已经吃过啊，你先去休困。哦。厝内出这么大代志，我哪吃会落？
我差不多要来回来了。啊，等下，我有物件要给你看。想袂到以前的相片，你还阁留诶！我是对你放袂落心嘛，才一定要回来。我想要甲你讲，在我的心内，你从来毋捌离开。祖妈，你别出声。将这个相片看煞，袂耽误你偌济时间。多谢你，我真正应该来走啊。你就讲你一个人出门老老嘞，敢袂当因为恁大家啊？阮大家伊袂相信啊。我拢已经等你这么久啊，你也唔捌好好陪我嘞。刚刚我将你放伫我身上这么久，我希望你加陪我一时啊，敢算超过？给你机会，你阁唔知影检讨，安尼你就卖怪我无给你面子。分手无伫厝，无代表伊就甲无人做伙，伊应该回头。就先来走啊！爱爹，我今日甲你说讲话。好，谢谢。就先去蔡某人的房间啊，哈。那无，你来另外电话两百接。妈，是不是够有啥通跟你讲啥，和你误会？你讲啊骗我！我和你有缘呢，嘛等在蔡某人的房间啊，是无？你送你出去房间门的时阵，手搁甲你牵咧，两个人我唔敢分开咧。我就问你啦，今仔日我若无敲电话给你，你是毋是拍算伫伊遐过暝，无要转来？之前我搁叫你注意家己的名声，你讲你无做啥，唔惊人讲。你即马做出这款见笑代，你要安怎甲我交代？
恁两个人哪会行做伙？你讲啊！妈，我甲木林本来就熟识，伊以前就只听少峰的，即马佫拄着，就较有话通讲，阮才慢慢仔行做伙。你敢袂记得你是业界大夫人哦？你甲公司的财务长偷来暗去，这种话传出去，敢会好听？我当然有想过，我嘛一直在考虑要甲你坦白这段感情。文聪已经走遐久啊，囡仔嘛大汉啊，我想要接受这段感情。也毋过，一方面我得爱顾虑囡仔的感受，我阁惊妈会生气，所以我毋则无讲。你想要有一个伴，只要你公明正大搞讨论，我毋是袂当参详的。啊，不过你拄则讲的，敢真正是你阮妈这个代志的真正原因？你甲蔡无林偷来暗去，敢讲毋是要算计业家，要逼我分家？妈，我拢亲耳听到啊，你最好莫阁骗我。是安怎你要安尼做啊？因为我万分赞成伊去考走。雅慧看到我甲某人讲话，就甲你斗紧紧。志成知影某人甲依山、甲丽莎有来往，伊就甲你报告。话拢讲得真好听啦，讲希望一家和乐。伊根本就是你陷害阮这帮。雅慧无讲你啥，你莫误会伊啦。啊，志成看到某人甲有问题的人来往，伊甲我讲，这嘛合情合理啊。你讲伊要陷害你？凭你甲小峰做过遐尼多唔对的代志，因要陷害你，敢需要偷偷来？志成阿母是咧包容你，啊，不过你咧，你做业界大夫人，阁是集团的副董，你煞为着要对付家己厝内的人，串通外人，要逼我分家。你讲，要共陷害的人到底是啥？阮业界到底亏待你什么哈？我就是认为你偏心志成啦，你对伊的偏心已经威胁到我两个囡仔，我就要为因拍算啊！妈妈替囡仔拍算是天公地道的，啊，不过这不是你联合外人来对付厝内的借口。你常常讲死因无命无分，落伫个业界，你今日安尼做，你有珍惜你家己的命分无？就算文聪无伫个。你安尼做，嘛是败坏门户的代志，你知影无？是我做唔对代志，是我一时无想清楚，才会伤害业界的面子。你原谅我好无？我拜托你，你原谅我，拜托。我原谅你，在心里，你甲外口的查甫人有交结。我替你暗藏，袂当甲厝内任何的人讲。你知影这有偌困难无？我原谅一个食我来洗我的新妇，我敢有面去面对业界讲嘛？但是若是讲破，业界无面子，我嘛唔知影要安面对迄两个囡仔。你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好无？妈，看到囡仔的份上，我会用原谅你。啊，不过我做任何决定，你拢会配合，你敢做会到？